来看其他的新闻。在桃园有一对父母，一人骑一台机车，载着后生仔囝到苗栗来佚佗，骑到这个大沙线苗栗三湾的路段，载着十岁仔囝的爸爸，无注意到头前的路口已经转红灯，为人轿车后车道共撞落，两爸仔囝是摔倒伫个涂骹，啊，对伫个后边的妈妈未负反应，佫弄起哩，机车按倒对着仔囝，仔囝是痛甲大哭喊救命。好你家仔敢若受到轻伤，啊，若六岁后生，因为这妈妈当时有用安全带甲保护固定，后生是平安无摔出去。骑机车驶伫咧省道顶悬，后一秒煞熊熊弄做花。一个查甫囡仔去予机车撞咧，哪哭哪喊救人。两台机车发生对撞，边仔机车嘛互牵连，大家赶紧到三江将机车扶起来。一个查甫囡仔是疼甲骂骂吼。为桃园来北母骑两台奥特曼，载着后生查某囝到苗栗来佚佗。当晚时阵经过大沙线三弯的路段，当时老爸载着十岁查某囝，敢若是无注意到头前的路口已经变红灯，失控去弄到白色的轿车，对着后边老母未负反应，佮为后边佮弄落，机车砸倒落，将查某囝跌着伤。一对母女受伤，经评估，母亲挫伤，无明显外伤。女童手指受伤，三台机车全部倒伫涂骹，人甲车踏做血画面，真惊人。警方调查车祸事故相关的驾驶拢无啉酒。四小客车红灯停下，夫骑乘机车擦撞前方四小客车后倒地。真侪家长骑车出门，拢会用安全的爱心来保护自己后边囡仔。嘛好佳在车祸时阵，这个阿母有用机车专用的安全爱心来保护伊六岁后生。啊，若无这后果恐惊会搁较严重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